纯金打造，金马桶，足金呢？哎呦，那个够软的，纯金打造，拉屎看不出来啊，找不着，非得上火才看得出来呢。嗯，马桶那个圈儿，纯金，大金圈儿，哎，嗯，镶钻石，啊？哦，金镶钻，哎，嗯，尖朝上。省水，嗯，这儿朝上，是往上一坐，呼，血淋淋的马桶。哎呦，行了，拉泡屎得贫血了。纯金的马桶，按说很贵吧，是吧？嗯，不光贵，怎么呢？全自动，全自动都这样，自己冲水完了烘干什么的，不就这？不是，现在马桶就是很高级了啊，嗯、有的是走过去马桶盖。嗯，自动掀开，全自动吗？是吧？你上完厕所，嗯，一溜达，它自动就盖上，就冲了，自动冲水。对，那不叫高级。那我们家这怎么高级？那不叫高级啊、嗯！马桶会走，马桶活的，马桶会走啊！马桶知道他父亲的意思，什么路子的呀？他父亲，比如说正看书呢，啊、嗯，突然间哎想上厕所了，啊、嗯，马桶啪。就怼上了，就这尖朝上这马桶，这跟我爸盯上了，这是啊，哦，马桶两边还有两只手，啪，先扒裤子，好家伙，马桶自动啪就怼上了，这是马桶这是流氓啊，这是，好家伙，真的，哦，这马桶过去，扒我裤子给摁在马桶上，好，真的，哎呀，有钱人的生活，难以想象，哎呦呦，就是有钱。他父亲这么有钱啊，年轻的时候上城里头去挥霍啊，住通县吗？可不，通县属于郊区了，北京城，去城里头挥霍、嗯、去那个去城里头吃粪，好家伙、啊、咱们一般人都找不到那样的店。您行啊，去城里干嘛去？吃粪去？吃什么粪呢？家里不是有马桶吗？全自动的呀。你不都怼上了吗？您是去城里吃什么？吃饭。饭，对，哦，翻粪，分分翻饭，翻饭，哎哎，消化钱就是，嗯，去哪儿啊？有名的饭馆，北京的大饭馆，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，一般人找不着啊。怎么改三拼的了？这饭馆，您等会儿吧。全聚德那烤鸭店呢？吃什么？吃鸭，吃烤鸭。嗯，哎，往那一坐。那个姿势就跟别人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有派，有不是有马桶吗？应该是有粪。对，你别说这个，就是马桶怼你。哎，他去城里那回没有带马桶，马桶没跟着去，马桶跟家充电的，跟不进城里去，谁出门溜一马桶啊？行了，那段过去了，你干什么？废话，我想想都难受的嘛。服务员，怎么了这是？过来。我爸爸是慢性子。我要。这么意思？点菜。不像好人。服务员过来，先生，这是我们菜单，你看，吃点什么？随便吃，随便点。我们这是一个大饭馆。对。啊，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。啊，什么都有。点吧。蒸一个骆驼，蒸一个。我爸爸妖怪，我爸。你不是说什么都有吗？一人吃一骆驼。不要跟我开玩笑。嗯，我是一个有钱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。我那个马桶全没带着就别说了。你说你要带着，你显摆显摆。行，您随便吃、哎、啊。不点了。什么？炒一本。炒一本？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，这叫炒一本。这不铺张浪费吗？哟，先生，这太多了。对，这几十道菜您吃不完，就您一个人。对，您随便点吧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就点了啊。点，炒一个鸡蛋。哦，摊黄菜。炒一个黄瓜。哦，素的。炒一个肉片。荤的。炒一个木耳。山珍。炒一黄花菜。哎，还不错。再帮我来一个木须肉，好吧？这不就点俩木须肉吗？你听着跟探店的似的，怎么？这显得多呀，没听说过。你这点一木须肉，全聚德点一木须肉，点了一桌子木须肉，好一桌子，就在那吃，太爱吃了。吃完了呢，嗯，出去玩挥霍嘛。哎呦，这怎么挥霍呀？去那个歌舞厅，
哦，过去那叫夜总会。哎，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，认识，两个人眉来眼去。在歌舞厅认识的我的母亲。对对。那么我母亲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两个人呢、啊、在一起怎么就落过去了？我妈在歌舞厅干什么的呢？不要误会啊。怎么在那儿认识？不要误会啊，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哦，舞厅叫富贵人家。哎，你先你等一会儿啊，你这个包袱很巧妙，我需要。什么巧妙？富贵人家的小姐，就要构思一下，富贵人家的小姐。没、啊，这个歌舞厅叫富贵人家。你这。你是这么设计的是吗？谁设计的？这不你说的吗？有钱人家的姑娘，大家闺秀，上那消遣娱乐去了。哎，也上那玩去了。哎，两个人就认识了。我认识我的父亲，边跳舞边聊天啊，交际舞。哎呦喂，姑娘、啊，你这个腰是真细啊！我妈瘦溜，脖子攥着脖子跳。姑娘好，长得真可爱。我妈个儿太矮了，哥哥喜欢你。哎呦呦、哎、呦，走回家跟哥哥结婚。这就结婚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呀，这真简单。结婚了、嗯，按说婚后的日子应该是很幸福、很美满吧？最起码不缺钱，对吧？这么有钱，嗯。但是再有钱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。哦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他父亲，嗯，没有儿子。我爸没有。薛微有些难过，我经常一个人闷闷不乐。我，哎呀，哎哎哎，您等会儿，我是有点难过，现在。我爸爸没有儿子，对，那我打哪儿来的？啊，我打哪儿来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说的我不看你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，没问题吧？这都是人话吗？你说没他之前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，想孩子呀。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，家里还有书房，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，金瓶当工具书看呢。看人家西门大官人西门庆是一个淫棍，哎呀，不是好人。他也有后代子孙啊，他三妻四妾。看我孙大圣，我爸爸猴啊。你爸爸猴，你怎么随你二叔了呢？就你随你二叔了，什么叫随？你自己说的，我爸爸猴啊！废话，什么我爸爸叫孙大圣，像话吗？啊，看我孙行者，那不一样吗？那不，看我者行孙，这就没有，连姓都变了。看我孙国庆，对，孙唱歌的。看我孙燕姿，行了，那是我爸爸，这是不是孙某某。看我、哎、孙叉叉叉，你爸叉叉，某某不是都是叉叉吗？那也得说某某。看我孙某某，哎，我也是一个淫棍。没有，没，别这么说自己啊！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？想想吧，来个姑娘也好啊。是，最次你来个吉娃娃也行啊，来条狗都行啊。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好，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叉，哭了。我怎么听讲拉了？这马桶怼上了快！拉马桶一定知道。切，是我还不如马桶呢，我还。马桶是有感应的。行行，那也没有哭叉呀。正在伤心难过。嗯。这会儿小丫鬟从这儿路过。小丫鬟，爸，去哪儿，兄弟？你要不喜欢这一段，我可以换一段。最不喜欢应该是我，他们有什么资格不喜欢这一段？兄弟，后面很刺激这一段，后边的马桶杀人案了。正好小丫鬟从这儿路过，丫鬟扒窗户一瞧，扒窗户瞧，哟啊，这老员外怎么了？这是，嗯，怎么还尿上？怎么还哭上了？哦，哭着呢。不行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。哦，安人是就是他的母亲。哦，官称。小丫鬟一溜小跑是来到内宅。小丫鬟一个丫鬟跟马桶赛跑呢，这是好家伙，摇头风这是个。
哎呦，头疼，我的妈呦！哎呦呵，脸蛋子太大。哎，眉毛正了。有用啊！我这俩眉毛一边齐了，甩完。哎呀，我去，你怎么意思？岔气了。好家伙，甩缺氧了快！马桶来了，马桶满台追着你。好家伙！骗你是孙子，真差气儿了。好，哇，好疼啊！行了行了，好疼啊！你往这边伸伸腰。小丫鬟一溜上，我就不跑了啊！我天，对，别跑了，好不容易挣过来了，跑得又歪了。你说一下，你关注我的眉毛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脸这么大，我这么近才看不见。来到内宅啊啊！再看他母亲，我妈正在伤心难过。哦，也伤心了，手里拿着一本，我的妈呀，多耽误事啊！真疼。他母亲正手里拿着一本《金瓶梅》，我们家就这一本书。看人家潘金莲，李金莲是一个荡妇啊，不是好人。他也有后代子孙，他有吗？那无所谓啊。为了我的节目顺序啊，看我某某某，我妈什么都没有，某某某还不如寻人启事呢，怎么就某某某了？你就逗观众就好了，我已经岔气了。废话，你说的我不看你，某某某，好家伙，真不骗你，我是汗都下来了，真的，特别疼，好家伙。某某某，我也是一个。哎，没有，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？想想，来个姑娘也行啊。是，这次来个京班也好啊。这比吉娃娃毛长。说着话，一伤心一难过，哭嚓。哎，怎么？花儿。哎呀呀，哭了。好，真难受。哭了，小丫鬟赶紧过来了，要要。丫鬟漏气了。啊。啊、哦，我就不动大身上了啊！哎，对，都动完了都。哟，夫人，您怎么也在这伤心难过呢？是，后院书房，老爷也在那伤心难过呢。哦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，赶紧过去瞧瞧去吧。哎呀，这嘴这碎呀！他母亲说啊，走啊，走吧，喊上四个丫鬟，四个春梅、腊梅、秧梅、硬梅。你再给我妈点着了。什么叫点着了啊？怎么还有烟梅硬梅呢？那是反正四个丫鬟，哎，春夏秋冬就完了。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您等会儿干嘛呢？你别跑了，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还要跑？干嘛四个丫鬟扛着我妈干嘛去？上供去呀？上什么供？搀着呀。不是你不知道啊？啊，你妈没腿。哦，对，我妈。我说我爸跳舞怎么攥着脖子呢？合着是个摊子，拎着把雨伞似的。什么叫拎着雨伞啊？有腿，这胡说八道这。有腿，有一条真腿，来到了后院书房。我妈就是雨伞，一条真腿是吗？啊，一条真腿，一条假腿，这不还是两条？对，两条真腿。对。前面那两条是真的，后边那你妈四条腿，你妈才四条腿呢。左前是真的，右后是假的，摘尾着。我妈有点皮影戏了。这什么呀？你说这话这叫？你再逗我，大嘴巴抽你！真的。废话，就是我妈这是出门，好家伙，夕阳红了，我妈，真行。不是没有您这么说，就两条腿。我有年头没听见摘尾这词儿了。对，摘尾的。哎，你上学不也那样吗？行了，你家传我们。我上学带着马桶咬死一家的。啊，眼泪都出来了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好的，我妈就两条腿。
哦，对对对，还不能蹭着眉毛。后台在那补半天，搀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。是，进屋一瞧，哎呀，我都不想说了，后边这一点没意思。没听说过。进屋一瞧，他父亲正在伤心难过，也哭着呢，坐在马桶上。不分时候了，你都失禁了，是怎么着？再看他父亲，好了，马桶。跟马桶还聊天呢。可以了，站起来，马桶帮他擦一擦。哎呀，都弄好了。他母亲走过去，老员外，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您看说话这词儿。我说鹌鹑呐。你妈才鹌鹑呢，妈秃尾巴鹌鹑像话吗？鞍人。我说鞍人呐。鞍人，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？我妈是骨灰呀。取出来，这都什么孩子，说自己的妈妈是骨灰，你废话，你干什么？什么叫取出来？取过门来。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？多少年？四百余年了吧。老妖精。你等会儿吧。四老妖精行吗？十四五年了吧。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？哎呦，没有。养下一女了否？否。无儿无女，我要。你等会儿，这俩差多高啊。哎，行了，姑娘，哎，这我爸爸还真灵活啊，踢我妈肋巴场上了。干嘛呢？这俩人一乐这么高，一这么点儿啊？不是，你父亲一生气啊，站桌子上了；你母亲一着急啊，坐地上了。好，这两口子两个人吵起来了。吵起来是没有用的。是，后来两口子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。过去上那娘娘庙拴那泥娃娃去，就是去拴娃娃。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，北京流行这个。是，过去流行这个拴娃娃，北方流行。哎，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。这是为了我。去过五台山。那为我。去过峨眉山。为我。去过花果山。为猴。花果山干嘛去啊？给你找大师兄啊。给你找大师兄，就你们家没大师兄啊，我告诉你。行，你们怎么什么都懂啊？你们不懂还不说呢，真是。别过我一会儿讹你们啊。上京西妙峰山。京西妙峰山，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。哎，就这几天。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。提前一个月，为了抢烧这头一炷香啊，他虔诚啊，虔诚啊，又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，一件件做成了衣服，做新衣服。家奴院工站好了，摆成一排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，他母亲开始挑，挑新衣服，这个好，哎妈，这个颜色我喜欢，妈，这个红色，妈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夫人是这一件吗？别站起来，行了，站起来，平视，好，我喜欢这个红色，喜欢红的，我就穿这个了，穿这个吧，哎呦哎呦。行了，当着家奴院工的面就脱衣服呀？那怎么着呢？躲开，躲开！哎，都转过去，转过去！我上头来换去，一样。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别碰了，半残的身体，这都是。上屋里换去，上屋换去。换好了衣服，开始洗脚。洗脚？过去的女人呢，都裹脚。有缠足。把那个缠足布卸下来。开始洗脚。是。卸完了，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。太脏了。再洗脸，哎呦，洗反了，先洗脸行吗？先洗脸，哎，再洗脚，再洗脚，然后漱口，哟，全喝了，喝着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啊，梳洗大便完毕以后，准备出门。哦，外边的厕所用不惯，非得这马桶跟着。干嘛还梳洗大便完毕呀？那是打扮。梳洗打扮完毕以后，准备出门，门口已经大马车等着呢。大马车上了车之后，蹭一下，一溜烟，不到10分钟就到了。我比马桶都快。到了京西妙峰山脚下啊，依着他母亲的意思，要拜山。什么叫拜山？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。哎呦，显得特别的虔诚啊。就拿就脑子磕上去。那不行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人得成什么模样了？我妈得磕死过去。再虔诚也不能那么干啊。对，小丫鬟得拦着。我就岔气儿那个。
不跟家养病怎么哪儿都跟着？小丫鬟是他母亲的贴身丫鬟。哦，提几人？那可不是吗？什么叫贴身丫鬟？就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，就跟亲姐儿俩一样，一个被窝睡觉。是是是，小丫鬟得拦着呀，得拦着我妈。夫人，夫人，咱可不能那样，我心疼你呀，宝贝儿啊。哎呦呦呦，这是丫鬟呢，这是那车夫啊。贴身的车夫，你们家车夫也贴身呢？废话，这丫鬟说话嗓门怎么这么粗呢？俺冒了，稍微有点粗。这没听说过，女的。夫人，咱不能那样。哎，咱找一二人台吧。哎，二人台。哎，抬到了山顶上，多好。到了山顶上，依着他父亲的意思，要敬山。敬山是什么意思？闲杂人等全都闪开，就剩他母亲抢烧这头一炷香。欧场，光有钱不行啊，各位，还得有势力。我得有权势，大伙儿得听他的呀。哦，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敬接，看他父亲的样子啊，我爸爸没差劲儿啊，别捂那闲人闪开，我要敬身，全都闪开了。那是怕溅一身血呢，是你要敬身了，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啊！敬什么？敬山。闲人闪开，我要敬山深。我爸买野参去了。闲杂人等全都闪开。偌大的大雄宝殿，就剩他母亲一个人，就我妈一人，还有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有什么用啊？啊？老和尚得念经啊。老和尚念经？求子经啊。哦，求子经啊。哦。他母亲往那一跪、哦，老和尚旁边念经。是。哦，法事，啊，这是老和尚了。弥勒当耶勒当弥陀佛。说什么呢？管着吗？这都是和尚的话吗？道场成就，道场去江城，斋住虔诚，上香设拜。哦，得上香。檀斋住江城好。不害滔滔孽自招，为人不行半分好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出子吗？八月中秋，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又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内不回归。您停吧停吧，咱是求子经吗？求子啊。怎么还有一句是死去的亡魂不回归呀、啊？哎，你听得还真清楚，他得念死一个呀。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老和尚得念死一个。我怎么这么缺德呢？我投胎转世嘛。哦，这因果循环的，对对，有循环嘛，真麻烦人和尚呢。去亡魂内不回归，念念不念念一朵梦，你呢？老和尚划船来的，啊，老和尚你呢？你雕琢丹，我牵着马。打住！行了，行了。迎来日出送。我就想受累问一句，我是哪一集出来的？大剑仙又出发，又出发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一场到雷音寺了，这是。苦辣，敢问路在何？迷路了，怎么意思？
回来了，回不来了，怎么迷路了？听着像，你拦着那老和尚啊？我拦着他干嘛？我拦得住吗？我。阿弥陀佛。哎，真长。白龙马。动画片啊。赤朝西。行。驮着唐三藏跟。一走就是这么多和尚，我的妈哟！刚翻过了几座山，新版就别唱了。我回来了，回不来了。老和尚旁边念经，好。再看他母亲，老和尚旁边 K 歌呢，这是。这是念经吗？这？他母亲往这一跪，烧香祷告。啊。老娘娘在上，是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。你妈缺德！小奴家野门鸡是？你妈野鸡！傻门蛋是？你妈傻蛋！插门插是在下？插门插是个某门某事在下？孙门某事？孙门某事在下、哎？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。是，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哦，小奴家在这给您磕头了。磕头。当有当当，我妈脑袋金刚钻，老和尚旁边敲磬的吗？没那么寸，站起身来，又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，哦，准备拴娃娃，拴那泥娃娃。我妈这逮流氓呢，你看。啊，哎，啊，老年那怀抱一个，啊，那怀抱着，这不能拴，为什么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，咱没那个命，没那命啊，哎。地上趴着一个，拴这个，这也不行。怎么呢？淘气不好养活。哦，这不好养活。找吧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、嗯，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四个？对，有你，有我，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你们四个。我跟这三位巨星在干什么呢？正在灌蛋。这流行吧？是是是，新兴吧、哦？我赢他们仨钱呢、嗯。哎，你母亲一眼就把你瞧上了。瞧上我了。这是我的孩子，嗯、这是我的娃娃，哦、我喜欢他。胖乎乎软乎乎我喜欢哦，喜欢我就把你抱家去了，把我拴家去了。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，怎么样？你母亲怀孕了啊？不服行吗？不行啊。不服行吗？不行啊。老和尚多灵啊。老和尚多灵啊。三天、啊，三天五六天，嗯，括号啊，三天，这是个点睛之笔啊，点睛之笔啊，啊，三天，啊，三天很有用，很有用，是是 是, 是大伙儿走到这儿一看，哎、这海报，哟，这是这海报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岳云鹏，岳不群，你看，海报字儿多了，自个儿记不住。哦要在这儿唱戏，这儿岳不群的戏，那真是唱得很极了、哎、啊！四岁成名，哟哟，观众都认识、啊，连唱三天啊，三天，啊、三天太棒了啊！口口相传啊！但是你的海报不成立，怎么不成立啊？你并没有写价钱，无论前后排，一律一千，前排跟最后都是一千啊！啊，都是一千，您唱过戏吗？唱过呀，多少钱？五千。我是后排，后排玩呢啊，是五千，你刚才说的是一千，哎，一千吧，一千吧，啊，就算一千吧，对，因为不是你这不分前后排都是一千，一律一千啊，坐前排花一千，看得见听得着，那最后一排一千合适吗？全是一千我不管，我值啊，那你这那卖不出去，岳不群值啊啊，三天啊，你再喊一次他们就跟你一块儿了啊，你我说什么来着，嗯，大海报贴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哦，各个地方都是我的广告，手机打开开屏就是我的广告，你不都是一张张写的吗？哎，后来口口相传，拍照片大家都传出去了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，三天，全国的戏迷都很激动啊，石家庄知道吧，那太石家庄戏迷太多了，是都往北京来，开车来，骑车来，跑步来。哎呀哎呀，怎么着？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，
要连唱三天啊，三天来了都上北京来了。他们离这还算近，打石家庄说得过去。高速堵车呀，啊，哪哪都堵车呀。哎呦，内蒙，嗯，内蒙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嗯嗯，开车来，火车来，都堵车。他们不是有骆驼吗？人家有马。哦，嗯，骑马来，嗯，骑马奔北京，啊，骑马，咕哒干，咕哒干，咕哒干。怎么老有我这里头？往北京来，人骑着马为了省时间，给马装 ETC。哎，这我都没听说过啊！上高速这马装一，为什么呢？省时间啊！那能耽误多大会儿啊？哎、马不管，马是不停的。哦，马看见栏杆就噌就过去了。过去了啊！你爱看这个干什么？哎，又有栏杆了，你啊，又有栏杆了，都往北京来。哦，内蒙的也来了。哎，路过收费站，马脖子上噔响一声，哎 ，ETC 就刷钱了。倒是方便，刷钱了。嗯，内蒙都往北京来，武汉。武汉戏迷朋友，武汉戏窝子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哎，怎么这烫着了？你这啊，戏迷朋友太多了。嗯、对，开车来，嗯啊，火车来，骑车来，嗯、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人太多了，嗯，人太多了，一列火车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一列火车大概16节吧，差不多16节，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嗯，加节啊，加节，一列火车32节，加节。不是，那还开着动吗？那玩意儿开不动没关系，后边弄一火车头推。哎，岳老板，嗯，发两列火车不好吗？都行啊，都行，无所谓。哦，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那是，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嗯，你们都干嘛去啊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！这个流传很广远，嗯，都上北京来了呀，嗯，上海新朋友多了，好，他上海太爱看戏了，也开车来，也骑马来，嗯，最重要坐飞机啊，是是是，哎，一只飞机啊，装不下那么些人，你等会儿，知道吗，各位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一只飞机，一只飞机，半只麦马。什么鸡？你听人喊是喊烧鸡呢？烧鸡说变就变。哦，你要变上别处变，别连累我。这个飞机不是论价，哎，价，哎哎，飞机场人多呀，啊，都往北京来啊！飞机场厂长吓坏了，这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些人？哎呀哎呀，孩子，快先回来！哎呦。那马回来 ，ETC 到了 ，ETC 驾！您再说一遍，飞机场的负责人叫什么？厂长啊，火车站站长啊。对，你哪怕叫机场也好啊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飞场领导吓坏了。哎，这可以。怎么这么些人都干嘛去？嗯，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、嗯、啊。这都是那天的观众啊。上北京来呀、啊！好、哦，上海人来看戏。可是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嗯，哎，人家有办法，飞一个，低了一个。这个我没猜着，你再说一遍。飞一个，低了一个，两架飞机叠着，往北京开呀、啊。这个，底下一个，对，上面一个，对，两架飞，那你得告诉我，哪个先飞？那是个技术问题，有铁丝儿吊着吗？吊着呢，肯定吊着呀。得吊着吧？啊，我一猜就是啊。吊着呢，那有没有专业的回答？回答我一下，上面先飞还是下面先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得容人家说呀。无所谓，反正都上北京来了啊啊，都上北京来，还有水路。哦，还有水路。有水路。哎呀，船上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自制大木盆。这是什么宝地方来的顾客？大木盆往水里一扔，跳到大木盆里头，弄俩擀面棍，就
就往北京滑呀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边滑还边说：“哎呀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！”啊，三天，嗯，都往北京来了。来吧，这是上海，乌鲁木齐。好家伙，新疆的戏迷朋友太多了。对对对，都上北京来，京剧发源地嘛，嗯，嗯，我捧着你说啊，嗯嗯，火车，火车，稍微慢点。对，飞机都往北京飞。啊、哦，全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。咱你，这样的飞机查住了。我都没听说过，飞机还有堵机的。堵机了，查住了。哎呀，你堵死我了你！哼、哎，开飞机那个人把玻璃摇下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大哥，我先过行不行？我先过行不行？凭什么你先过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嗯，哎哎。他飞得慢呢、嗯、我先过我先过、嗯、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，好，都上北京来、嗯、来吧，乌鲁木齐远了点，怎么办怎么办，骑羊肉串的炉子暖暖和和的，有的吃有的喝，那能别敢刮风，省得自然飘起来，那能起得来吗，飞得了吗，你看你不是能装 ETC 吗，新疆的朋友怎么办，往身上绑窜天猴，哎呀，你看那孩子笑的，绑过吧，你瞧就是绑过，绑窜天猴，哎，一点砰就往北京飞，观众太爱传统艺术了，哎，嗯，飞着飞着碰见一个飞机，打开窗户，哟哥们儿，怎么来的，我窜天猴比他还快呢，你一天吃几遍药，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，反正就是火呀，哎，那是听明白了、就是火呀嗯、马上就到礼拜五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嗯，头一天，北京满了。哦，满了。哦哦哦，都要听我唱戏。就这一千的票价，大伙儿不嫌贵，不嫌贵，还真有人买。满了，各位满了。嗯、好好好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台底下全都坐满了。这会儿又来了一千多位。不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当天、啊。当天礼拜五啊。礼拜五就都坐满了。坐满了，坐满了。经理出来又几位。没票了，实在是没票了、嗯、你看上里边看看，哎，实在不行啊咱就站票吧，好吧，站票，站票，嗯，站票也行啊，打个折找一旮旯就得了，旮旯哪儿都行，站票一律一千，站票也一千，我不管前后排，一律一千块，那有人买吗，那玩意儿有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哎，又来了500位，五百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、哎哎、三天，嗯，喊完就回去吧，也过了瘾了、啊、经理说没票了，各位实在是没票了，对啊，站都站那么些个了，实在不行啊咱就蹲票吧，蹲票，蹲票，还有蹲票，有哦，蹲票便宜了，不，一律一千，有的朋友说，有的朋友说蹲哪儿啊，你看这个人哪都是上宽下窄，对，两个人中间啊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蹲的，这个这儿这词儿你用的很快是对啊、嗯、就这儿、嗯、哎呦蹲这儿，这位刚蹲下站着，这位高兴了，嗯，哟，哎，茶杯有地方放了啊，哎，这好搁人脑袋上了，嗯，离开戏还有10分钟，嗯，又来了100位，我又来100位，买票买票、哎、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、嗯、啊，嗯，经理都哭了，那是，老几位实在是没票了，嗯，上屋里头看看，要想买票也行啊，咱只能趴票了，都没听说过还有趴票，趴票怎么趴呀，这个座位底下都是有空档的呀，有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一直往前爬，哎呀呀呀，所有座位底下都有人，好家伙，都有人，哎，给我趴过去个去啊，哎哎，嗯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嗯嗯嗯，大哥你真配合、啊、对，说有就有啊、嗯、凭空帮我加了一个包袱，匍匐前进，趴票就得便宜了，1000啊，好，1000，好嘞，哎，嗯，有打最后一排趴到这个第一排，嗯，坐着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也怎么着，也咬咬咬咬咬脚后跟啊，这怎么出来一人呢，我明白了，嗯，你是土行孙，封神榜的爱好者、嗯、什么土行孙，我是戏迷，嗯，我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你那你不能趴这儿，我这脚往哪放啊，嗯，你就放我脑袋上吧，好，就放脑袋上了，嗯，受罪那是，刚放下这位扒了脚脖子，大哥大哥大哥，那什么，
我能喊个好吗？哎呀呀，呵，这不是这还没开戏，你喊什么好啊？不是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。说的有道理啊！我先喊一个，先试试吧。嗯。啊！哎，行，又踩上了。我以为得说三天呢。嗯、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好，门口又来了二十四位啊！又来二十四个，二十四位，这回没劲了。买票、啊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！三天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就剖腹自杀了。哎呀呀呀！好家伙，气性很大。那这图什么呀？经理。彻底崩溃了，实在是没票了，各位没劲儿了。你看看这剧场啊，由上到下，你看，哎、嗯，要想买票也可以，调票。什么叫调票？剧场上头啊有八个电扇。好，这可是个老剧场了啊。一个电扇，三个扇叶，三八，嘿，正好二十四位啊。哎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，给他们捆上。哎呦，捆上！吊票多少钱？要吊票一千呢 ？No， 怎么？1040。这一般可都是一千，怎么吊票倒多了？绳子钱啊！哦，绳子钱啊！讲理。哎，嗯，挨个给他们吊好了。嗯，蹬上去。嗯，蹬上去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有十几位骂街了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嗯，凭什么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。来，经理一瞧，哎呦，还真对，这个三个扇叶啊，一个冲前，俩冲后，是，有瞧不见的。嘿、哎，大部分人是看不见的。那怎么办？冲后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他们出一主意。嗯，我说经理，把电扇开开。嗯，打开。对，一块转是吧？哎，哦、不能快了啊。好、哦，五档不行。五档一会儿二十四个全死了，对呀、啊，搜干了吗？哎，就一档，嗯，慢慢转，嘿，谁都能看，这可好，哎，哦、一切准备就绪，嗯，我后台我也弄好了，嗯、穿好了，打扮得了。您听这词儿，弄好了，嗯，这就要唱戏了，嗯，来吧。刚才我说头一出什么戏？色狼探母。不是，武家坡、啊，武家坡也可以。什么叫也可以呀、啊？因为刚才我没记住啊。武家坡，武家坡，哎，嗯，一马离了西凉界吗？对，哎，碰头好吗？那是。各位，要不要我？谁电话响了？这会儿接电话是不是？这剧场的铃声响了，来吧，啊、嗯。那我来一个。来。各位先等一会儿，第一排的大姐睡着了。嘿，大姐。嘿。听戏了，哎，这是打电扇上掉下来的。哦，行了啊，嗯嗯嗯，打扰您休息了啊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啊。对，哎，听着啊，一马离了西凉界，这个还不如那竹板书呢。怎么样？好啊！就这一嗓子，就平台底下哗！哎呦，这个好啊！这个骂街，那是啊，骂着街就退票去了。哎，效果就跟现在一样啊！哎，都要退票，哦，都要退票。您别说啊，真有二十四位没喊，哦，爱听，掉那儿下不来了。去你的吧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黄鹤楼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花这个钱呢、啊？啊！扔下来摔坏了。看，你那个是巧克力，你那个呢？也是。护嗓子，嗯，看看甜不甜啊？
这个花挡你呢。啊！对，放倒了吧。嗯。哦，嚯！哇，好甜啊！太甜了。花这么些钱瞧台上吃东西，图什么许的你们？哎呀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血糖上去了。嗯，已经差不多十点了，还有这么多朋友，你们真的没有事儿吗？明天上班了。没事儿的话，咱们就多聊一会儿啊。嗯。刚才这个节目是谢金啊、李鹤东二位说了一段。对。相声有新人的亚军。哎，全国四强嘛。嗯，非常的不错。好。呀，下去休息一下。要不来口水得了，听我的。哎呀，还拉不开栓了。下去休息一下。哎，看着难受。又把这个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。还是我们俩。啊，我，其实，说实话。怎么了？不喜欢说相声。没劲。哎，这就算忘本啊。什么叫忘本呢？你说相声多没劲呢。那还什么有劲呢？什么有劲啊？嗯，我们的本职工作特别的有劲。您本职什么工作呀？你不知道我干什么的？瞧不出来。说相声之前。说相声之前啊，保安呀、啊。什么保安？看电梯的啊。哎呀呵，别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大家听不清楚啊。嗯，小二，你才小二呢。我是一个，说实话，我唱戏的。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就是一个唱戏的。就是不信。我看不透啊。纯戏子儿。什么您呢？戏子。戏子那。戏子。那不是什么好词儿。怎么了？俗话说得好，说你们无情，我们无义。这说的都是你们，有你一个。那，这个荣誉我就不争了啊。其实我是一个唱戏的。您唱什么戏的？国粹。国粹。京剧。您是唱京剧的？那当然了，长了一个京剧的脸。长了个恐惧的脸。张嘴就来呀。哦，您还唱戏的？哎，蓝脸的窦尔敦。您等会儿，岳伦。倒玉马，这叫戏歌，这不是戏，这不是戏吗？这叫戏歌，真正的戏，你懂不懂？我京剧我听啊，嘿嘿，我爱听啊。你也爱听？嗯，我真正的这个京剧科边出身。什么？京剧还磕着边了？你在京剧上碰过词儿？科班出身，那过去才叫科班呢。傅连城啊，对呀、啊，哎。有这么七科：喜连富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，最后三科没办。哎，最后三科没办，就七科：喜连富盛世元运。行行，您等会儿，就您这岁数，您赶得上吗？啊，我岁数怎么了？您这么年轻，那少说谁年轻谁年轻？你骂谁呢？骂谁呢？啊，你听出来了？啊，你真骂街呢？不是，您这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您那么年轻，您赶不上，人家孙子辈的可能都比你大了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七十几。我一直说我30多岁，那是骗你们。你是你骗了我10年了，快。73岁。孩儿怎么了？我照样努过去。哎，对，就是减速带呗，就是。您都七十，不是？那您这七科您占哪一科呀？我呀，圣子科。圣子科。对了。我圣子科有些名家，当然了，裘盛戎、叶盛兰、叶盛兰，这都是圣子科。哦，那我岳盛斋，你老酱牛肉，你瞧着吗？你才酱牛肉呢！我看着你就闲得慌，我告诉你，盛斋就是我。哦，盛斋，哎，哦、剩下的素饭啊。什么叫剩下的素饭呢？岳盛斋吗？岳盛斋就是我。那我怎么没听过您唱戏呢？没听过我唱戏，很正常、很正常。我已经隐居江湖很多年了。哦，退居二线，二线了。对了，跟这些个戏曲名家经常的聊一聊，偶尔在这个后台还聊一聊。郭老师，
喜欢京剧。我们郭老师啊，哎，经常跟他在一起探讨京剧。是是，他爱这个，探讨戏曲。哦，我就喜欢这个。这样吧，嗯，您怎么样？对戏曲？我也喜欢的，也喜欢，也喜欢研究。行，喜欢就行。这样吧，啊，我唱一个啊，我让您猜是哪出戏。哦，考验考验我，行吗？没问题啊，那您猜一猜。我知道说，不知道不胡说。好，听这个啊。您来，您来，咱们听听咱这个七十多岁了啊。你看这老家伙，好家伙！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，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。小天作，白天问两国交战，我的娘押粮草来到国藩，我有心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宋英接我一人，停吧，怎奈我身在藩。停吧，七十三了，停吧，留着点力气还得回家呢。您别都用到这儿，是哪出戏？这个，嗯，四郎探母，嚯，又叫过关见娘，听过的不少啊。那是那是那。色狼探母都看。色狼探母，好像您眼睛不合适了吧？这岁数，什么叫色狼啊？四郎，四郎，杨四郎，杨艳辉。对对对，色狼探母都听过，听过听过。我给你换出戏。好好好，听着啊。您来一首，您会的一定是多呀。您再来一首。你哪里修得要小样改变，你要贪高堂母事咋不足了。四郎探母，铁镜公主的唱段。哦嗨，就是杨四郎他媳妇儿。对对对，做工嘛，夫妻对唱。前面的是杨艳辉，后边是铁镜公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给您换一个啊。您换一个，还是四郎探母。您换一个。逮苍蝇呢，饿了是怎么了？点点珠泪洒下来，沙滩会一场败，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，而大过长枪来此怀，你二过断剑下他命赴圈台，二三过马踏日你快，我的儿女与八弟九十六番榜一十五载未曾回来，唯有二五弟把行行改，小法未曾出现在舞台，而陆地镇守三关为元帅，最可叹你七弟大背叛，红酒绑在花标柱上乱箭穿身，是你拦着我点儿啊你。我拦得住你吗？我前面扒你没感觉啊，假肢是怎么着啊？您这不还是四郎探母吗？这是母的唱段呀、啊、还真是佘太君吗？对，老太君的唱段。这是，哎呀，不还是四郎探母吗？换一个啊，来，听这个，嗯，一见公主四郎探母，你会的不少啊你。哎呀，是我会的不少，是您就会一出啊，整本四郎探母都会是吧？您这不新鲜这个，你可以啊。不是，您甭说这，不是您正经是不是唱戏？那当然了。哦，您真是圣子科的，那可裤裆着火。这会儿三把火了，您说？当然了。那正格呢？您是唱哪工的呀？唱戏不分公母。哎，那是都当然了吗？哪个公母啊？就是您唱什么行当？什么行当？啊，老生。哦，老生。对了。哦，虚声。虚声。哟，那好，但他听着有点那意思。您怎么样啊？我喜欢，我平时也唱，是不是？走，跟我回家。啊，跟你。哎，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月儿，省斋，您等会儿。您什么意思？让我跟您回家？这是我跟你回家，或者你跟我回家，咱们俩共同探讨一下，我教你一下这个戏曲艺术。哎，以后有机会咱们俩上台，省斋一起给大家演。省斋，借宿就说借宿。干嘛憋着跟我回家呢？是怎么着？你干嘛你啊？不是，咱别回家，您那什么，您要教教我。对呀、啊，哦，您教教我唱戏啊？那就在这儿教啊，光明正大，这么多观众看的都是见证。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我长长能耐。这儿不行。这儿怎么不行？这是著名相声演员岳云鹏的相声专场，咱在要点脸，不合适啊！借刀杀人嘛，这不就是不合适？你别不合适，挺合适的。您在这儿教教我，长长能耐，观众也听听。这是爱咱们这国家的国粹呀！行啊，咱俩在这儿来一回，来一回您教教我。你挑出戏，我现场就辅导你。我挑出戏啊？别我挑，怎么样？杀家兵什么来不来？你有功夫七十多扫扫盲去。杀家兵什么玩意儿？这是
沙冰不好吗？哦，没有家，不是沙家浜，对，沙家浜。哎，怎么样，来不来？现代戏不是您跳出好的，我会的太多了。什么叫会太多？我会那个你都不会呀、啊。不是您会什么？我听听。现编的戏，现编的戏，新编的戏啊，新编的啊。什么呀？那个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听过吗？没有。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您这俩是一出啊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什么叫可以啊？这个梁山伯与伏地魔多好。我头回听说啊。您得了，这么着吧，祝英台骑了扫帚多好。祝英台骑了扫帚太难受了，听着。跟您这么说吧，咱也别闹啊，因为我是真喜欢，我真想跟您学学。嗯，您碰见七十多老艺术家真不容易。嗯，还圣子科的这凤毛麟角的这个，那当然，就是我跟您学学。但是我这人的爱好可会的不多啊。您那叫我，那就我挑戏，你挑戏，因为我觉得您应该都会。那当然了，是吧？嗯，那我挑啊。好，咱俩来一出这个《白蛇传》。白蛇传，嗯，非常的会挑。是《白蛇传》京剧有啊？京剧。咱俩分一下角色。分一下角色。我来白蛇，那我呢？你来转。我，好不好？这是一出头晕的戏，太晕了。干嘛我在这转圈玩啊？我你可以跳绳啊，拿着小心跳绳啊。没有，您等会儿吧。啊，谁带小心受不了这个是吧？行吗？不就不行。您来白，您得来老生的。哦，对了，白蛇传里没老生。白蛇传谁是老生？哦，青衣小生。哦，对没老生。哎，这俩我挑错了。咱换一出，换一声。咱来一出这个秦香莲。秦香莲，真的吗？我不会。哦，不会你乐什么呀？啊，为了解尴尬，真行。不是，这这么跟您说吧，嗯，我会的不多，嗯，我再说一出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行行吧，行，咱来一出这个黄鹤楼。黄鹤楼，对，鞠躬下台，不会啊。您过来，干嘛就义去了？怎么了？那你说的不会就鞠躬下台啊？黄鹤楼您不会啊？黄鹤楼 啊对啊，我听错了。您听成了？我听成黄鹤楼了。您听，哎，其实您说的是黄鹤楼吧？是，我以为是黄鹤楼呢。那咱就唱黄鹤楼吧，要不？怎么木讷了？怎么？我岁数是比你还大呢。怎我怎么都听不明白这玩意儿？说是不是黄鹤楼？是黄鹤楼，黄鹤楼啊！那就黄鹤楼啊！行，有那么一句诗吗？什么诗啊？锄禾黄鹤楼。哎呦！汉低黄鹤楼，谁知黄鹤楼？哎，黄鹤楼，您等会儿吧，别糟践黄鹤楼了啊！您别胡说了啊！故人西辞黄鹤，故人西辞黄鹤楼。哎，对，走，别干嘛？怎么老憋着走啊？这位，咱上武汉呢。哦，唱黄鹤楼就得唱武汉啊？那华油山是不是得下地府啊？那怎么着呢？那怎么你死吧？那怎么着？你七十多老憋着走，你这。这么直接，多不吉利，这玩意儿，什么意思？就在黄鹤楼戏名嘛，就在这儿唱啊！对，行行吧，来，咱这个分一下角色啊。嚯啊，这戏还有角色呢？哟，您那个戏都没有角色呀？啊，您等会儿吧，什么戏没角色呀？行，简简单单分一下角色。好，我挑我会的来。你挑你会行吗？行，我来这个刘备。你刘备，哎，你刘备，我刘褥子。哎哎。电视归你， DVD 归我，冰箱归你，洗衣机归我，孩子归你，孩子是你身上掉下肉。咱俩离婚呢，这你先鸡的贼，你先鸡贼，谁鸡贼？你刘备，你刘备，大冬天你刘备，我怎么办？不是刘，那是背货，是怎么着？臭不要脸！不是刘备，刘备，我留个褥子怎么了？刘备您不知道啊？刘备谁？刘皇叔。你对你刘皇叔，我刘皇盘。我。DVD 在我这儿，怎么了？那是电视可在我这儿呢。那咱俩换换，不不换，洗衣机归你。听说电视归我，我没黄盘不行啊。行，您这都七十多了，您至不至于您靠这个活着呢。我现在行了行了。
您知道不知道刘备？您不知道谁啊？刘备谁啊？姓刘名备，字玄德。姓刘名备，字玄德。哎，对了，家住大蜀楼桑。哎，没错。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。哎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破战破胜，号称为常胜将军。此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，不盔帛甲，拨旗号，掌中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。当下就有爱将之意，朋友徐庶暗中保护赵云。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，一计未现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你拦着我点啊，你倒是。我拦得住你吗？你跟马上要死的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气多了憋得讹我们在这儿。这是你们唱戏的词儿吗？这不是说相声的词儿吗？你背他干嘛呀你？真嫌你了是怎么了这？你知道刘备是谁不就完了吗？那气多了怎么这样呢这边？你没日子说了你。你跑这告别来了是怎么着？还强弩弩这坎儿，你过得去吗你？知道就完了吧？你这都干嘛呢？这占时间呢？嗯。行了行行，这知道得了。刘备刘备，行了，我刘备 ，OK 了吧？行，你刘备。行行行，完了你来这谁呢？你来，哎，你来诸葛亮。我来诸葛亮。哎，对对对，诸葛亮，姓朱名葛，字亮，诸葛亮。全抖成反了，这点名字啊！父姓诸葛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哎，道号孔明灯，给放了。孔明，孔明，道号卧龙，哎，道号卧龙。诸葛亮，哎，对对对，神机妙算，哎，是是是，羽扇纶巾，哎，对嘿，对不对？知道，您来诸葛亮，我来诸葛亮。啊，那我还再来一个，你还再来一个？哎呦，对，你来俩角啊，我两个角，你两个角，我两个角，对，他得俩角，我怎么他吃的多呀，对不对？这俩角儿，咱不行，咱最近咱瘦了，咱没说消化的事儿。我俩什么角儿啊？我啊，你说什么角儿？我两个角色，对，两个角色，俩角儿还得，真行。我再来一张飞。张飞是谁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张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破战破胜，号称为常胜将军。此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，不盔帛甲，拨旗号，掌中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。当下就有爱将之意，朋友徐庶暗中保护赵云。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，一计未现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是堪堪废命。口尊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言道：“正是。”徐庶言道：“那何不收留此将？”曹操闻听，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。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，以他一人抵命。我也觉得尴尬的哈。73了，就冲这个力气就值得鼓掌，我告诉你。众将闻听不敢上前，唯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，73人来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，焉能放走，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。追至在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“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料也无妨。”让过赵云的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：“你拦着我点啊！”我是真想拦着您，我怕您忘了。我行了行了行，可以。曹操忙问身旁夏侯惇：“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”夏侯惇言道：“此乃张飞，一猛撞人。”曹操闻听，呀，想当初关公在博望坡斩颜良、周文丑之时，曾对某家演讲，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一般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勇。来呀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观一观那猛撞人武艺如何。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的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里扎沙，一部黑钢人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仗剑八宝，轮罗伞
上盖花冠鱼肠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掌中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听真呆，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而来匹夫之辈。大喊一声曹军后退，大喊二声顺水横流，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百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吓死我了。好，今儿再来一个。哎，喜欢听这个。后汉三国道有一位孟仲，再来一遍是怎么着？您行了，哎，73了，啊，留口气儿吧。张飞嘛，啊，行吧，你知道就完了呗。行，这么费劲干嘛？我来张飞，我再来刘备，我两个角儿。对，完了呢，你也俩角儿。我不行。你行。我最近我减肥又吃的少。你可以可以，就冲您这气力就行。知道吗？您这俩角儿，您呀，您再来一鲁肃。鲁肃，嗯，我不来鲁肃。那您来，我来素鲁。啊，素鲁，西红柿鸡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玩去。饿了是怎么着？鲁肃不知道啊？谁呀？鲁大夫。鲁大夫，嗯，鲁大夫是什么呢？什么？山东的医生。山东。鲁大夫，我来蒙古大夫吧。别别别别别，你再治死了人，你再。鲁肃，鲁子敬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一人两个，一人两个。哎，行吧，咱们这就开始。这就开始。哟，怎么呢？坏了。什么叫坏了？我来的时候比较匆忙。怎么呢？我没带着我的庄稼呀。庄稼啊，就是您出门都带着庄稼，您是打算随时死啊？不是，换上就死，碰瓷儿的。不是你们行话管那叫兽医吗？谁的行话呀？你们才白是那行的呢。那叫什么？我们叫行头。我没带着行头怎么办呢？跟您这么说啊，这位生斋先生啊，咱相声舞台就穿大褂，就穿大褂，就穿大褂。行行行，完了还得跟您托付一声，嗯，因为没有锣鼓场面，那怎么办？靠嘴学，拿嘴学。您上场我打架，我上场您打架，行行吧，万事俱备，哎，只欠东风。没错，你这个有没有帘儿啊？什么帘儿？帘儿？唱戏的帘儿吗？唱帘儿。哇，帘儿拉上了，咱俩后头一忙活，然后冲。咱俩忙活什么呀？什么叫后台一忙活呀？就化化妆啊，准备一下，帘一拉开，咱就 不用准备，连行的都没有，就不用办了。咱就清唱，清唱，不用彩唱。看我的，并且中间唱就没有这帘那大幕，行吗 ？OK。哎，呦呵，还留个学还。哎，咱搬搬这桌子，搬桌子去哪？哎，分出前后台来啊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嗯，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好的，咱搬一下桌子，咱们就开始。哎，来，哎，回来。拉过磨呀，怎么着你？搁这儿就完了，你桌子还挺沉。那是，完了还得搬把椅子，有场面的小座。谁去搬呢？我搬吧，我搬吧。您这么大岁数，我去搬吧，孙老师。行，我来，我来。您这么大岁数，不是您这么胖，您去搬不合适。孙老师，我去搬凳子好不好？老师，我去搬凳子好吗？我去搬好不好？老师，我去搬吧。我搬呢，光动嘴了，站着。你都搬来了，真行着。来，小座有了啊，来，咱们就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归后台，这就开始了，开始唱，不废话了，行吧，来的。馄饨，馄饨，馄饨，豆浆，油条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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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来出来出来！嘎巴菜，玩去！煎饼果子，哎呀，还胡辣汤呢，还笑话吗？卖早点的俩人出来，你先馄饨呢？谁说馄饨了？你说馄饨没？我那是弹嗽一声，那我馄饨，那我呢？您得打家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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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馄饨，打家伙，打家伙。谁是家伙？哎，你这个家伙给我出来！打死你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73了，这么暴脾气，这玩意儿！你说让我打家伙吗？打家伙就打呀！打谁？打响着，打小罗。小罗，小罗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馄饨，小罗，谁是小罗？打死你！哎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活73怎么活过来的？
你这么大脾气啊，逮谁打谁。你让我响锣吗？打响喽。我挺想的呀。搭腿搭腿。哎对搭腿。哎好好，这都得现教我给你。跟你唱戏好累啊。我比你还累。嗯哼，搭腿搭腿搭腿。难听。拿我当老刘，你玩去！我拿你当老流氓了，我。你这不对啊，宋老师。谁不对？谁不对啊？他老撅嘴、嗯。谁撅？这什么？我叫你上来呢，咱俩一起上。那就同场上。你说他这他就明白了，你说。同场上啊！我疼，大德，大德，大德，大大大大大大。哎，兔爷，阿先生，阿老婆，哟呵，过日子呢？你叫我先生，管你叫老婆怎么了？我还吃着亏呢，我知道吗？叫老婆像话吗？那，你叫我主公，主公什么东西？主公什么叫主公什么东西？皇上，谁呀、啊？你？嗯，你皇上？不，国家没人了。这模样当皇上？您等会儿，我扮演皇上，你叫我扮演。行，阿先生，阿公主公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还公主公？公主是公主，公主还是四郎探母？主公，真行。阿先生，阿主公，动物过江之时，你把孤王害苦了。哎呦，手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你打什么人啊你？脏心烂肺。谁脏心烂肺？谁把你害苦了？谁把你害苦了？不是，刚才买的麦当劳我掏的钱，知道吗？还我把你害苦了，臭不要脸！不是，不是你，谁呀、啊？诸葛亮。你找诸葛亮去、啊。我哪儿找诸葛亮去、啊？我，你来谁呀、啊？啊。哇哦，这样的话 M 真的很 sorry 咯。好、哦、手正黑，我告诉你，我帮你游一游，你都躲开，还游一游。哎，这剧中人对不起剧中人，剧中人把剧中人害苦了、啊、是是是，跟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来来来，打家伙就完了。来来来，动物过江之时，你把孤王害苦了。不是我，别说了。打家伙，扛浪子来对抗，浪子来对抗。老韩先生，诸葛亮，唱。你比孤王，我过长江，唱。龙堂虎穴，不去闯，唱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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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驴呀、啊，你让驴踹我是怎么着你？说词儿啊！我什么词儿？山人送主公。哦，这句啊！废话！来来来，分明是……哎，嗯、打架！扛浪子来对抗，浪子来对抗！老韩先生，诸葛亮，唱！你比孤王，我过长江，唱！龙堂虎穴，不去闯！扛浪子来对抗，浪子来对抗！山人送主公，哎，分明是送孤王啊！去见阎王，山人送主公，免；山人再送主公，免；山人送主公，免；山人再送主公一点点。我抽你，你信吗？你怎么送起来没完了你？啊，送一次得了，知道吗？该你唱了啊！大家伙，扛浪起来的扛，浪起来的扛。老韩先生诸葛亮，扛
你比孤王过长江，唐龙潭虎穴孤去闯，唐狼才来的唐狼才来的唐，分明是宋孤王去见燕王，善人宋主公免。免什么免？刘备送刘备，词儿一样是吧？我用你复述一遍我的词儿啊，你唱你诸葛亮的词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哦，诸葛亮还有词儿呢？哟，诸葛亮是个摆设。废话，诸葛亮可不有词儿吗？诸葛亮什么词儿？您有四句词，您不知道、啊、什么词儿？你会不会？我忘却了。你怎么能？